2016选举为了要催出中间选民的选票，同时呢活化罢免权，因此今天复数票协会成立了。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被大家推举为担任协会的理事长。不过，其实对于这个复数票的构想，有不少立委都表示反对。复数票协会今天就正式成立了。由国安会前秘书长苏启、行政院前院长陈冲、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等人发起的复数票协会，下午举行成立大会，并选出施明德担任理事长。当我成为建法，我知道我做对了。任何新的事物、新的观念呢，最先受到挑战、反对的人是谁？那当然是既得利益集团、既得利益的人。施明德认为，正面选举只是片面的意见，复数选票则可以测出国家的整体意志。复数选票可以杜绝买票，政治人物不会只靠骂人打人，拿到特定族群票就可当选。但立委提出质疑：难道复数投票就没有买票吗？当然有可能用钱去买某些人的复数选票，把复数选票投给对手啊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台湾的这个劣质选风能够根除吗？施明德强调，有复数票等于同时提前罢免，活化罢免权，也可以增加中间选民出来投票的意愿。你如果支持某一个候选人，你就去投赞成票；可是你如果哪一个候选人都不支持的时候，你至少可以去表达你讨厌哪一个最多。这个是复数票的概念。目前复数票协会的副理事长由前消基会董事长苏锦霞、前国策顾问吉正担任。复数票协会期望明年总统选举时可以合并举行复数票公投。新唐人亚太电视胡中安、黄庭峰台。